欢迎收看一场，我是艾利克。在2023年的岁末年底呢，那大家一定都会想说，快过年啦，快过新年了，一定要买什么？买新衣。那我今天要来分享的是我在 Uniqlo 买的战利品。那我们就开始开箱喽，Go Go！第一个商品呢，就是。那我买的是黑色，虽然是小号的，但它的内容量其实还蛮大的，长夹是放得下的哦。那它现在出了好多颜色，然后最新的商品是绒布做的，绒布，就是它是绒布的，对。是灯笼布，应该说灯笼布。那如果你有喜欢，赶快去 Uniqlo 去看看吧，就是新品。那第二样商品呢，我要来分享的是，一样是新品哦，是这个，是不是很可爱？史努比。大家知道我喜欢史努比吗？所以我看到史努比，这也是新品哦，新品，这个月才上市的。那它售价是990。那它有出蓝色、白色、绿色。那我还要买另外一件，是白米色。米白色，这个一样是990元。然后它比较特别是，它的袖口这里啊，刺绣的字体耶，超可爱的，超适合台湾这个气候穿的耶。然后吊卡。这样有史努比哦，联名的，售价一样990。我买了2件，就史努比真的是我真的会招架不住哎，看到它就是买。那第四样商品呢是这个，是一条很舒服的。休闲舒适束口裤牛仔，但它的牛仔是软的，而且有弹性的，非常好看呢。然后裤管是竖的，就是束口的这样。然后我买，宽宽大大的，今年很流行 Y2K。然后它前面呢，竟然有拉链呢，有拉链，没有，竟然有拉链呢，很少做这种裤子，前面还有拉链，然后后面还有两个口袋。真的很好看呢，看我当下看到我立马就买，而且重点是它的售价才790元，790元非常便宜耶，怎么可以不买？立马下手，这次真的是花了超多钱的。再来最后一项呢，就是最近真的是冷到一个，你知道，心里寒，身体也寒。那当然想要穿一些保暖的衣物，好好睡个觉嘛，因为睡眠非常之重要。所以呢，我就无意中看了他们在特价睡衣耶，而且是上衣加长裤，这样一套哎，而且他现在特价，990。特价990哦，只到这个月底而已。
没有不买，它就恢复原价，非常值得购入。而且今年很流行这个什么土色系啊，美拉德，我就你知道这样搭配真的很好看哦，我就买了。那我这次总共花了，看一下哦。我总共花了4153块，4153块，真的是餐餐甲买落去，有没有穿新衣，然后过好年，是不是？那大家在过年底前有没有想要购买的商品呢？那如果有想要买新衣服的话，可以去 Uniqlo 购，然后他们最近真的出好多好多设计师的联名款哦，以及很可爱的卡通款啊，或是说女生现在最近有那个什么，洛克米是不是？洛克米吗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这样说对还不错，洛克米。就三丽欧的那只洛克米，超可爱，真的，我觉得女生去应该会尖叫。那今天分享就到这边咯，如果有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并打开小铃铛，追踪我的 IG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对，新年快乐咯！